今天为各位分享就是活氧精粹复合物里面的六大元素，各位想要知道吗？今天茉莉姐就分享给大家，因为这些成分都是植物性的，所以说我们一起来了解。第一个就是仙人掌，那仙人掌呢它有消炎淡斑，就是可以淡化我们的疤痕，然后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。第二款就是仙人掌果实，仙人掌果实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啊、更新啊，然后它还有锁水保湿的一个效果。第三个成分呢就是玫瑰那促进我们人体胶原蛋白的一个再生能力，然后可以清洁净化，然后罗敷以及淡斑能有效的预防紫外线像现在天气这么热，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啊，都会为我们皮肤带来一些伤害。那另外的话是葡萄籽，那因为葡萄籽呢它有丰富的抗氧化剂比我们所听到的维生素 C 啊高出20倍，比维生素 E 高出50倍，然后它可以就是预防紫外线对细胞的一个伤害。那另外的话就是人参果实，那人参果实的话抗氧化剂也是非常的高，它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一个循环，然后增强整个皮肤的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能力。最后一款成分就是海藻，那海藻的话呢它可以就是延缓肌肤的老化，然后它可以保持肌肤的一个紧实度，然后可以深成的来做排毒的一个效果。以上的话呢是活氧精粹复合物里面含的六大元素，仙人掌、仙人掌果实、玫瑰、葡萄籽、人参果实还有海藻，今天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跟着茉莉姐一起变年轻变漂亮一直一直都在30岁哦，谢谢大家。